这是一个回馈爱和自己享受爱之间的一种冲突，他们的爱情之路在哪儿呢？掌声，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 男嘉宾李先生，60岁，来自辽宁，是一名公司职员；女嘉宾梅子，51岁，同样来自辽宁，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小片基本把情感现在遇到的难处跟大家说了啊。我想问问两位，认识多久了？ 我们俩相识大约1年半吧。啊，我们在我住院的时候，他父亲正好和我在一个房间。啊，我感觉他这个人非常勤劳、孝顺。啊，第三呢，对病房的这个病友也特别热情。啊，需要帮忙他都帮忙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好伴侣，我就追求他了。哦，这个1年半来以后，我感觉特别好。 啊！现在我们要谈婚论嫁了，走这时候，我主动提出来说，咱们俩处了这么长时间，应该结婚了吧？啊！但是他关键时候他给我提出一个问题，让我实在接受不了。啊！因为他父亲有病啊，随时需要他照顾。嗯。要把父母接过来和我一块儿住，搬过来一块儿住。明明在住院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，你也是了解的，我父亲这个情况。对呀。必须得有这样说。对呀，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说我必须得坚持我这观点，必须得带我的父母一起生活。我不反对说。 有实现这就属于不负责任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就为这个问题纠缠了2个多月了，一直解决不了。你们想过没想过其他的中间的解决方案啊？我说这样是吧？送养老院，找故宫，找保姆都可以有这个方法。你不要这样是住在一起，把我们生活空间全挤没了。最严重的是几次呢？我和我哥哥，我。 大嫂，我们俩这个结合觉得很满意，嗯，反正一桌宴席，家里亲属老老少少一大家全来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一个电话来了，拔腿就走，叫我脸面很尴尬。我大嫂当时脸面挂不下来，就是亲为你们那我这活着电话是不是我父亲有病了？我才总的来说，生活当中啊，现在就这么样，一切都是说以父母为中心，咱们俩结合。 主要是咱们俩的生活，那么我不是反对说去兼顾父母的这个要求。当时我们最初相识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？海誓山盟，是不是说的多好？你现在简直是变了一个人，我觉得真是就像陌生。他说只要我的家人，包括因为在一个病房嘛，我父亲什么病，他也是知道的，什么情况。他现在说他又没有准备，是吧？而且你也有病，我也照顾你了，是吧？这话我是说过，但是我不管呢。 但是你搬过了一块住，和管不管是两码事。我就是不负责任的人，就不用说了。以前我这空间，朋友来了，亲戚来了，我都有法招待。如果要在一起住的话，不是您的想法是什么？父母不能肯定不和不能和我们在一块住。到养老院找个保姆，找个过宫都可以吗？我自己的父亲，我来照顾不更好吗？我还放心自己把自己的家人。所以我不同意上那儿去。再说了，你说的真的挺好的。 那到那去不花钱呢？那你出钱呢？这钱？你这话说的不公平。为什么叫我出钱呢？你要谈钱这个问题，我对你更不满意了。不满意？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把工资卡给你了，我这个工资卡工资里的钱足够咱生活去了。剩余钱你愿意怎么花怎么，我根本不过问。那你是不是？那我有点失望钱，你也不让我给你鼓励吗？那你以前你那些毛病你怎么不说说呢？我就打麻将，打麻将那是我的朋友圈，我的朋友圈我的私房钱，我有支配的权利啊。 如果烟少抽多少，钱不在我这里，早叫你知道都卖光了。多少和朋友聚会少聚多少，就是朋友，整天满脑子是朋友、哥们儿。为你改变了多少？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那些都是什么朋友啊？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都是小猫朋友啊！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为我。